我是雨嫣，我们今天呢来这个江边玩，然后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坝子，坝子正中间有一棵很古老的银杏树，你看这个，上面还结了很多银杏果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它这个没有树，没有树巅，上面还用了一个水泥柱给它弄上，还有一棵提杆，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，你看。银杏树是不是快死了，然后用来拯救它的呢？我还没搞懂这个提杆到底干嘛的。哎，这个银杏果你看好多呀，还掉了很多在地上。你看这地上有好多银杏果，你看这黄色的已经掉下来了，这个好像可以吃了哈。这树腰上还多一点没掉下来。你看这个树干哈，感觉很老了，估计可能有上百年了吧，应该是从什么地方给它移栽过来的，这个还像桑葚芽，你看这个应该不会死吧，这个这两颗你看这个是不是什么新的枝丫呀，这个来逛公园的话，宝贝姨比较开心，她就一直到处跑啊玩啊，然后又比较安全。来，让我们拉你走吧，上来。哎，上来。哇，大树，我们都是大树。